继续要来看到有关农民抗疫的消息。农林署不再收割再生稻，但是为了顾及栽种再生稻农民的抗疫，鼓励农民配合政策来转作，也正是正确立肥，并经申请时间将延长到8月31号。嘉义县政府也提醒农民，一定要在期限内向土地所在地的公所来申请变更。官府农业处表示，再生稻以及落粒栽培因为产量低而且无稳定，农民收益无保障，收获品质也无好，影响卖相，行代过程加剧品质的变歹，增加耗损，市场的接受度无高，民间农牛业者收割意愿低，疾病发生率高，影响农耕环境等诸多因素。农牛署自1803年二期起，再生稻未当申报交到公牛，也就是讲公牛停止收割再生稻。依据1902年度推估，国内大约有12000公顷种植再生稻，嘉义县再生稻种植的面积大约4000公顷，因此县府提醒农民，再生稻不得缴交公粮的政策已经定定。为了确保农民的权益，原本申报二期种植水稻，你想要以再生稻也正是落粒栽培缴交公粮者，有关会当在8月31号进前向土地所在地公所申请转作其他作物，也正是办理。求经正直立碑，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